你能做我女朋友吗？做你女朋友？嗯。理由呢？我喜欢你啊，这就是一个最好的理由。首先，这不是一个理由，你偷换了概念。其次，你喜不喜欢我，跟我们应不应该成为男女朋友，不存在逻辑关系，这只是一个充分但不必要的条件。 我对你感兴趣吗？你要是对我不感兴趣，为什么你现在会坐在这儿？你的出现就是认定事实最好的依据。我对你感不感兴趣，只是你自己的主观臆测，不能够成为我们应不应该成为男女朋友的依据。不是，哎，我们现在能不能先搞清楚一件事，就是我到底有没有成为你男朋友的潜在能力？ 你有没有某种潜在能力？那是你的自身意识，连这你都不知道，你就更不应该提出今天的要求。再说了，我们两个人的事情，你叫张检察官来干嘛？难道你追女朋友也要审判员在现场吗？不是，他害羞，让我过来帮忙。他害羞吗？不害羞。那你觉得我们俩配吗？配。 不过，我觉得在一个单位里面，最好不要有这种男女关系，因为感情的事情啊，很难琢磨。一旦，哎，我说的是实话，你千万别生气啊！别说实话了，好不好？